从民进党执政以来，他们的操作毫不遮掩。以大法官的那个审判前的那个程序好了，我在法院，我跑新竹、桃园、台北地院哦，新北地院，我去阅卷，没有，我当然我有提前申请，我没有一次是说。 昨天，今天跟我讲，我明天要开庭了，然后今天跟我讲说要去阅卷，我从来没有。身为一个大法官，最高级别的一个大法官，竟然可以做出这么粗糙的事情，那我可以回忆说，那你说司法有什么公正？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好几百亿的案件，然后只要是绿的，好像就没有像侦办。 民众哪这么积极？我是觉得，我不管哪个政党，就是你如果你贪污的话，那你就不管哪个政党都一样。然后我要讲就是说，各位，我们过往20几年都是蓝绿执政，他没有把事情做好吗？那为什么会出现柯文哲这些人？ 他们就是要把这第三势力打压回到以往蓝绿的局面，以后你一样就是只有蓝绿2颗烂苹果可以投。我也呼吁，所以我才会支持台湾需要第三势力，没有第三势力不会改变。以上。我没有就实际的案件我去了解，我了解我会做评论，但是大法官那个太粗糙了，那会让人民没办法相信司法，而且你蓝绿白，你案件侦办速度你也落差太大了吧？466块又判2年，那你那几百亿的，那不是人民的钱吗？那你们侦办，郑文灿7年了，现在才处理，要人民怎么相信司法？ 台湾需要第三，我自己认为啦，台湾没有第三势力就跟以前蓝绿一样，就2颗烂苹果给你挑。如果只有蓝绿2颗烂苹果可以挑，我宁愿投给狗。台湾没有第三势力不会有改变，就是一样。你换国民党继续，他只是换回国民党继续回去贪而已，不会改变。那我觉得台湾现在20几年过来之后有变好吗？以前韩国艺人来台湾发展现在是这样吗？以上我大概是这样子哈。 如果今天是办政敌，就升官发财，我觉得台湾真的没法接受。这个文化会一直继续，是大家要的吗？纳税养这样的。对，是大家要的吗？我觉得很可怕，在这个地方。重点是说，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司法，跟这些检察官或法官，升官发财的意愿，我们是不相信这一块，现在司法是已经到这种程度，你觉得这一次检察官等于是党的打手这样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不要讲谁的打手嘛，其实就很简单嘛，舔狗文化嘛，在台湾不就已经这几年不都这样吗？将军从军方开始嘛，升将军1天退休嘛，阿扁时代嘛，到小英时代嘛，到现在赖清德时代嘛，我们迎来绿色12年，黄金12年，恭喜，好，共业，也不知道怎么说啦，说真的，他硬要弄你，你能怎么样？我们能怎么样？然后无奈就对了。网络上有很多谣言。报复吗？怎么报复？我们有什么能力报复？我们就小吵而已。是啊。这也是一种无奈啦。我看不出来北检。 有解释说他们，合法证据在哪里？对你用一个含糊的东西带过，说，就发个声明稿，然后说，我们有证据，掌握了什么证据？然后可是你们说你们有遵守侦查不公开，但是你们却一直泄露给一些媒体做独家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，台湾的司法不被人家信任，不被人民信任的原因之一。所以我觉得。 很夸张啊，对，所以今天站出来，对，就是为什么侦查不公开，但是很多有些媒体都可以先得到一些独家消息。对啊，你侦查不公开是你觉得不该公开了，所以就不公开，然后你觉得可以公开了，我就公开，选择性，对，选择性侦查不公开，能不能公开是我讲的这样子，这样子不太对吧？对啊。现场声援柯 P 主要的理由是什么？觉得司法太不公。公正的，嗯，对。然后我觉得真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证据，然后就把柯 P 这样子积压在里面那么久的时间，然后也很担心他的身体、他的健康，然后他在里面他的作息各方面不知道都 OK， 这样就很担心他的身体，然后觉得一定要站出来，然后来这边，看看，然后就是即使不能做什么，然后就是心跟他同在，还是支持他这样子，相信他的清白。嗯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检察官或是他们就是检察官颜面无光，他们真的应该也是颜面无光，可能是也会想办法不让他出来。大家都这样讲，觉得如果他可以出来，真的是奇迹。我听到快晕倒了，想说怎么会这样？觉得真的实在是太不能接受了。嗯，对。那如果真的柯 P 被压进去，你会？我也不知道哎，真的觉得太对，会很难过，太没有天理，太对，因为这么好的人，我觉得台湾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真的。嗯，对。我很想问民进党说，你们真的不要我们的票了吗？这个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民进党，好吗？我觉得，因为我是亲眼见过陈水扁出事的那个年纪了，所以就是现在的话，我只觉得你们比国民党对付陈水扁还要更，就是用比这更夸张的方法要来对付柯文哲。来理由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很会讲话。我知道你们有想要跟阿北说什么吗？我相信他要图利是图我们全台北市民的利，因为大家可以去深圳看大巨蛋开幕以后是多少的收益，多少人去看棒球，带动了多少。这些因为之前民进党政府一直卡消防检查，不让大巨蛋过关，所以这些事情都被拖了1年以上，只为了不让柯文哲有政绩。我们市民看在眼里，这种事情真的是觉得无法接受。你们要清北重南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台北市民的权益？你们这么做，不就是把我们的选票往外推吗？